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大家平安，全部平安。今天的读经一告诉我们，天主的话是生活的，天主的话是有效的，天主的话能彻透，不只是心和灵，也可以吃透我们的骨头，我们的关节，就是我们整个的人是被天主的话所充满。感谢赞美天主，我们的生命就是因为有天主的圣言当作我们的基础。现在我们大家认罪，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天主，求你以无限的慈爱赋予你子民的祈求和愿望，使我们看清当今的职务，并赐给我们善尽职务的能力。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阿们。恭读致希伯来人书。弟兄们，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有效力的，比各种双刃的剑更锐利，一直穿入灵和魄、关节与骨髓的分离点，并且可以辨别心中的思想和意念。没有一个受造物在天主面前不是显明的，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袒露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进入了诸天的司祭，就是天主子耶稣，我们就应坚持所信奉的真道，因为我们的大司祭不是一位不能同情我们弱点的，而是一位在各方面像我们一样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过罪。所以我们要怀着依恃之心走进恩宠的宝座，以获得仁慈，找到恩宠，作为及时的援助。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上主，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上主，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上主的法律是完美的，能畅快人灵，
上主的约章是真诚的，能开启愚蒙。上主，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上主的规诫是正直的，能悦乐心情。上主的谕令是光明的，能照亮眼睛。上主，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上主的训诲是纯洁的，万事长存。上主的判断是真实的，永远公允。上主，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上主，我的磐石，我的救主，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思虑，常能使你称心如意。上主，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阿肋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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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肋路亚。那些以善良和诚实的心把上主的话保存起来，并以坚忍结出果实的人是有福的。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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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尔谷福音。那时候，耶稣又出去，到了加利利亚海边，群众都到他跟前来，他便教训他们。当时，他看见二腓的儿子勒位坐在税关上，便向他说：“来跟随我吧。”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当耶稣在他家中吃饭的时候，有许多税务员和罪人也与耶稣和他的门徒在一起吃饭，因为已有许多人跟随了他。法利赛党的经师看见耶稣与罪人和税务员一起吃饭，就对他的门徒说：“他怎么与罪人和税务员一起吃饭呢？”耶稣听了，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要召义人，而是要召罪人。”上主的圣言。大家平安。全部平安。记得在2000年的5月1号，那一天就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为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一大早我就起床了，就准备以后呢跑到教堂，到了教堂就开始准备要穿衣服、祭皮。那弥撒还没开始，大概有10分钟。前我已经准备好了，在更衣室有一个大的镜子，我就站在镜子面前，就看着我自己。我外面是祭皮，我穿的就是一位神父的样子。以后呢，我开始问我自己：我真的是一个神父吗？因为今天是我的生命中第一台弥撒。我看着我自己以后呢，有很多很多的问号。我是一个神父吗？我真的是一个神父吗？我配得起要穿这些衣服吗？
我配得起要领下上去到祭台上面要庆祝耶稣的奥迹吗？那这样的问突然是昨天的画面也跑出来了，昨天不是在就是在这个教堂吗？我已经到主教跟前，在主教面前就趴在地上，后来就到主教面前跪下，主教的手也放在我的头上，主教也用了油把我的手就是要敷了我的手，那我应该就是神父了吧。以后呢还有很多的问题，我说哎，我变成一个神父，但是我发现我没什么改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思想就是乱飞的，飞来飞去的，好像跟前天我还没有当神父的一样。那我当神父的改变是在哪里？以后我的结论就是我还是带着我的软弱来到耶稣跟前，我不能渴望我变成在一天之内变成一个圣人才配得上到祭台前庆祝耶稣基督的奥迹。只要天主选择了我，只要我说我愿意，天主一定会补我的缺陷。所以是因为 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就很勇敢的往前做我那一天的我生命中的第一台弥撒。在今天的福音我们所听到的是勒位的召教，勒位的召教。那我们知道勒位是谁？勒位是税务员。勒位是税务员，在犹太人的眼中，他应该是不配得成为一个拉比的门徒。这种人应该不可以跟这些自以为虔诚的人在一起。犹太人，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法利赛党，在他们的一个想法，人可分成两派。第一派是非常遵守他们的法律的规定，那这个法律的规定就是在圣经里面的所有的规定。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些他们生活是在边缘的，公开所公认他们是罪人的。那这两派人，他们不能在一起，他们不能混那个结婚，或是不能同婚，不能一起结婚。这两派人不能说我要跟哪一个人要结婚，不行。他们在群体的生活也是一样的，连同桌吃饭也不行。但是耶稣打破了他们的习惯，打破了他们的习惯。耶稣给他们一个新的一个想法，这些人他们虽然有很多很多的缺点，但是只要天主愿意接纳他们，只要天主愿意教训他们，天主一定会补给他们所需要的。马窦也是一样的，在很多很多人的眼中，他就是罪人，他不配得做耶稣的门徒，但是耶稣基督就拣选了他。他不但跟随了耶稣基督，到最后他也把耶稣基督的生平写下来了，写福音。所以只要天主愿意，我们尽管看到我们自己有很多很多的缺点，只要说我们愿意，天主一定会带领我们。
所以今天从马窦，从福音里面我们看到马窦的祷告，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可能是充满了缺点，但是只要我们与天主一起合作，天主一定会有办法带领我们。现在让我们一起把我们今天的祈祷的意向奉献于天主。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帮助福音的传播。主，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为光荣你的圣名，并为拯救世人。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举诸圣人圣女的榜样，终身侍奉你。天主，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施恩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求你把恩师七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阿们。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阿们。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阿们。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请大家祈祷。天主，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扫除障碍，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我们把一切善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阿们。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你们去传报福音吧。感谢天主。我们全心感谢天主。看那阳光普照着大地，今天我们也欢欣歌唱，你的深爱充满人间。感谢天主，你是我生命的源泉，一路在你手继续塑造，你是启示我灵魂苏醒，我的目光充满了欢喜。我们全心感谢天主，看那阳光普照着大地，今天我们愿欢喜歌唱，